复工复产、复商复市是当前各类企业都非常关注的问题，也是可以说是全社会关注的问题。针对复工复产的卡点、堵点，这次行动方案呢，提出了要分类指导、动态修订复工复产复市、疫情防控指引，取消企业复工复产复市的不合理的限制。实际上，从6月1号起，我们很多的限制都要进一步的取消。那么，企业复工复产的审批制度也要取消。也就是6月1号以后，就不存在一个所谓的白名单了。啊，扩大企业防疫和消杀补贴范围，建立长三角产业链、供应链互保机制，畅通国内国际物流运输通道等政策措施，支持各行业领域来复工复产复市，稳步提高企业的达产率。